们是来挑战我的吗？正是来向前辈请教，还请前辈手下留情。好的呀，我会手下留情的。作为一个封号斗罗，他看上去也太年轻了。不用奇怪，我并不是人类，而是美人鱼一族。我们的女性永远不会老的。读心术呀，你居然能看出我的天赋能力，你很强啊。不过为什么我看不透你的心呢？啊，原来如此，你就是那个得到了海神九考荣耀的人类啊。有海神之光守护，难怪我会看不透你。既然他会读心术，朱静，这一战我就无法用精神力指导你们战术了。嗯，你们好坏哦，竟然要用车轮战对付我，你们忍心吗？哼，这是我们的考核，与忍不忍心没关系。那么就开始吧。两位姐姐，你们好漂亮啊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和我一样漂亮的女孩子呢。姐姐，前辈，敢问您今年贵庚？一二三四十十一十二十三二二二三六八六九，我也记不清了，九十六还是九十七？啊，姐姐，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？啊，我可不是说你们老啊，我们美人鱼一族寿命是你们人类的五倍，按照你们人类的比例计算。一五得五，一六得六，应该还不到二十岁呢。姐姐你好聪明啊！啊，有了！等等，我找一找。在哪儿呢？找到了！我守在这里好无聊哦。难得等到你们两位，我们也不要打打杀杀的好不好？我吹一首曲子给你们听，听完了就算你们过关，怎么样？不要让他吹，立刻攻击。九宝有名，二约素，幽冥之身。你这个人好坏哦，一点也没有怜香惜玉之心，真讨厌。楚青，黑笛声仿佛用无形的防护墙将我弹开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手滑了一下，你没事吧？他会读心，肯定是故意让竹青抓到笛子的。人家的笛子可是吹得很好听的，你们就听我吹一首吧。我们不会上你的当。第五魂技，幽冥影相连。是上当了呢。他启动喉咙的辅助。你的速度的确很快呢。你的心思还是来不及反应，不过
技，七星魔音。竹青，幻境智慧魂骨技能，幻之空间。怎么突然感觉不到你的思绪了？幻之空间，恐怕只能屏蔽他一瞬。之后，原来你还藏了一手，不过没用的。第六魂技，怒海厉啸。逆着我，都说了些什么呢？是，罗罗，竹青。好强的精神冲击，大家被封到听觉。蓝银王的气息突然在我体内横冲直撞。必须全力给竹青增幅，让他尽快挣脱。不错的想法，但是都被我听到了。凤凰之身，一个辅助魂师怎么会这一招？蓉蓉，快给他最后一击，第六魂技休想。幽冥影消炎，幽冥斩。只要被竹青的本体命中，之后残影的攻击都无法躲避，威力极其恐怖。什么？居然骗我！幻之空间恐怕只能屏蔽他一瞬，之后我们就按照与牺牲相反的行动展开攻击。背着我，都说了些什么呢？你们欺负我，我认输了。宁荣荣，第五考通过，奖励所有魂环等级提升1000年。魂力提升一级，朱竹清毅力过人。